大来宾吗？哎呦，有哎、欸，魔王等级的大来宾是啊，这个非常厉害，而且他也发了他的新专辑了。是的，一起掌声的欢迎栗小花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开心又来到红人榜，来，这是我的新专辑，这是第一张专辑啊，是我的第一张专辑，就是有这张专辑，然后跟我的家人说，我做到了，他们也期待了很久，还有跟我的粉丝歌迷们，对，因为他们就是追了我很久，一直希望，我自己也希望啦，有一个作品。刚才这首歌是最难唱的吗？这张专辑里面？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难唱，那有一首歌是比较硬嘎的歌曲。这首歌录得比较久哪一首？是叫做《能心》。能心，这首也蛮适合拿来比赛的，可以参考看看。是是是是，它是提供给我们选手用的。对，真的。对啊。是，那这张专辑呢？其实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我要感谢嘉玲哥，是因为嘉玲哥一直帮我推荐，我才有这张专辑。那里面有一首歌呢，是跟嘉玲哥一起合唱的，叫做《爱丽木吉刚》。对。哇，那有拍 MV 吗？有有有，我们一天之内拍了5首，从凌晨然后一直拍到晚上。5支 MV 那就是5首歌，你自己要怎么在短时间内做到切换呢？去调整啊！拍的时候会跟着唱嘛，那唱了就会释放感情，感情出来。那导演也会教，专业啦，专业没有，没有不专业不专业，因为听都被跟啊，对吧？对，爱较紧的，是也是因为长期的这个坚持，对不对？哈，才等到天亮的时候。非常谢谢小花，祝你这张成功，谢谢。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。